勤业绒养护做好三给，生长速度快，枝繁叶茂，主干啊长出一大圈。勤业绒呢长势啊非常的旺盛，长好的话呢观赏价值非常的高。勤业绒呢，很多花友问它到底是喜阴还是喜阳的哈，这个它是喜光的一个植物哈。我们平时把它养护放到家里光照充足的位置去养护，那平时在养护的时候呢，想让它长得快，枝繁叶茂，这个枝干粗壮的话，一定要做好三给。第一个就是给空间，大盆去给它栽种。第二个呢就是给条件，光照呢一定要适宜，刚刚我们说了它呢是一个喜光的植物，但是也有一定的耐阴能力，最好的话就是把它放到家里光照充足的位置，给它这个条件让它晒光。第三个就是这个给水肥，给养分，水肥呢必须充足，土壤干了之后呢我们要及时的去给它浇透水。还有想让它生长速度快的话，这个枝干主干啊增粗，快速增粗的话呢，一定要去给它施肥，施肥呢是必不可少的，这样呢才能够长得更加的旺盛。